猪，不能拿掉，不能拿掉！我要把摘掉的花还牛大福他们，会打我的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他们说，猪就是要戴这个，如果被他们发现摘掉的话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他们当你是猪？又是那几个小流氓寻他开心。阿龙，你不用怕，欺负你的人呢，都听我的。我说拿掉啊，就拿掉。 这里是你一个人住吗？嗯，就我一个人住。爹娘早就死了，是被淹死的。只剩下我一个人。这些人太过分了，你已经无依无靠了，他们还欺负你。实在太过分了。有鬼怪的声音。是狼叫吗？ 狼就是鬼怪，夜里会出来偷东西吃，富伯的猪，还有六婆的鸡，都是被他吃掉的。院子里全是血。不用怕，等姐姐去看看有没有狼。 Thank you.
阿路，没有狼啊，没有狼敢来阿路的家。就算他来，阿路的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吃的，除了阿路。不会的，你乖乖待在屋里，什么也别管，知道吗？嗯。可是，他伤了脚，出入不方便，照顾不了自己啊。那我明天再来看你，给你带吃的来。真的？嗯。我也会来。你爆炸功夫不是很好，多一个人帮忙不是很好吗？那你们说好了要来，可就一定要来啊。我们明天一定会来的。在世上他一个亲人都没有，真是可怜。嗯。以后呢，我们就多照应阿鲁好吗？当然好啊。哟，夏雨，哟，夏雨，跟我来。夏雨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走吧。哎，等我一下。明天见。明天你不会见到我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教懂我什么叫情，什么叫爱。谢谢你的帮忙，我想大家的关系到此为止，以后也不必再见了。十四娘，十四娘，你不要走啊，你别走。我不让你走。从第一眼看见你，看到你为村民赠衣食用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我们多次相遇是天意，是缘分，我已经爱你太深无法自拔。我知道你对我也有同感的。你胡说。你为什么要拒人千里呢？你说你明白了情爱，其实你不懂。十四娘，我们刚刚开始而已。你们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只当冯生是良师益友，刚才是他一厢情愿，所有一切只是一场误会。好，误会也好，当真也罢，既然他对你有情，你又何妨不将错就错？误会也许会变成好事哦。不，绝对不可能，你不要多想，这事绝对不会发生。哎呀，十四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哎，快快快快！他干嘛？关门关得好大声哦。嗯，不对劲儿啊！看来情爱这个东西可是不得了啊！一碰之下，他就疯了，疯了啊！
怎么不妙了？冯公子这个人，他这个人实在太糊涂了，他居然喜欢上我，居然说他可以教我情爱的道理，其实他一点都不懂。他这个人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都明白。俊君，你不明白，他这个人根本，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对。那就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近日来，我的糕点果品不断，就是他夜夜向我祷告，我还会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其实啊，他是我家族的后人，是我的弥生孙，我是他的舅婆。君君，你把我弄糊涂了。他第一次看见你就对你产生了好感，然后不断的相遇，他就对你种下了情根。君君，你早就知道他喜欢我，我叫你去见他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相爱呀。你明知道我早就发愿积福修道，我一定要修炼成仙，我不要什么男女情爱。我不是说过，你不明白什么叫情爱，又怎么去放弃、去牺牲呢？又怎么能明白苍生的快乐与苦难呢？入世才能够真正得到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种感觉。你必须先经历情关爱劫，才能更上一层楼，超脱小爱，修炼大爱。如果冯公子不是你的后人，君君会这样说吗？你是在怀疑我在偏帮自己的弥生孙，为他造就机缘？那你就太抬举我这个老人家了。机缘这东西啊，不在君君的能力范围之内。那你就好好的想清楚，问问自己的心，是否应该接受他。谁家青叶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。风声，你小心点，别走太快了。姐姐呢？她还没来吗？或许晚一点再来吧。哎，我给你带来了吃的。走。给你。你看看，家里东西都破了，换新的吧。干嘛不吃啊？不好吃吗？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你这个傻丫头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跟你新姐姐来帮你，以后啊，就把我们当一家人一样。你是哥哥，新姐姐是姐姐，六安是妹妹。
新姐姐怎么还没来？她什么时候可以来？或许等我走她才回来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她，就生我的气。你喜欢她，她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露儿，只有在被欺负的时候才会害怕，才会生气。姐姐知道你喜欢她就会生气，是因为害怕吗？害怕哥哥喜欢她吗？哎，对呀，她不是不喜欢我，只是怕喜欢我。她怕喜欢你？不明白。我去找你新姐姐问明白好了。你来了。姐姐你来啦，刚刚冯大哥还说要去找你，想问问你为什么怕喜欢他。好了，让我自己说。其实我看来你的伤已经好了，这些东西是给你的，你留着用。我先走了。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我有事要忙，有时间再来看你。十四娘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昨天的事我想了一夜，我明白你对我已经有情，不过人各有志，我心里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我不会谈情说爱，也不要儿女私情。这是什么理由？我从小已经立志要帮助村民，做有益百姓的事，所以我要舍弃情爱。这是你怕喜欢我的理由吗？我为什么要害怕喜欢你啊？因为我知道你对我一样有情。你别摆出一副了解我的样子，我不会再相信你。我确实了解你，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怕喜欢我。反正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就算你不接受我，我也会用诚意打动你。终有一天你会接受我。总之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。世间难得有缘人，我有幸遇上你，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
真身了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是狐妖，人与妖是不可以相恋的。还是蛮凶的，害怕了？那我们把他放了。不不不，道长您法力高强，一定可以镇得住他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儿，是不是很闷呢？我怎么会闷呢？你不闷，我闷。前几天冯公子来看我们，大家有说有笑的，多开心呢。爹，你不用再痴心妄想了。他已经知道我是狐狸，自然知道你也是狐狸。他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他要不要来找我倒无所谓，他不来找你，你不闷得慌？爹，一切已成过去，您不用再说了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想得很清楚。这次把他吓走，自然斩断情缘。嗨，可万一他没被你吓跑，你怎么办呢？假如啊，他真的知道你是狐妖，也不介意再来找你，你会不会接受他呀？你也说，万一他没被我吓走，万一就是万中无一。世间哪有人不被妖怪吓着？对，没可能的事，想来干嘛？
妖物当道，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。你在害怕吗？我害怕的时候，手也会抖的。你在害怕什么？这里靠近荒野，人迹罕见。你不怕有妖魔鬼怪吗？鬼怪，鬼怪是可怕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更可怕。人？他们会欺负你，会打你，而且有的人更可怕。他们对着你笑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在想着要怎么害你。对啊，戴假面具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人心险恶，真叫人防不胜防。洛儿，你要小心点，不然会被别人欺负的。阿鲁心地善良，没有人会伤害他，就算是妖魔鬼怪也会保护他。你来啦！我给你带来了束花，这花的香气可以让你安心凝神。你多插一些在屋里，人自然心境平和，不会动不动就给人吓着。姐姐跟哥哥的想法一样。你来，那哥哥也给我送花啦。啊，坐。喝茶。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刚刚不是说要叫我认字啊？改天有空我再过来。今天先这样了。再见。冯大哥今天有点不对劲。没什么不对劲，他只是心有畏惧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到底是凡人呢？人妖殊途，真的是人妖殊途吗？想吃什么，想玩什么，姐姐都带你去。来，我们去做点开心的事。姐姐今天有点奇怪，平日里姐姐都不会想着玩乐，一心想着采药去帮助别人。是吗？不对劲，两个人都不对劲。你说谁呢？你跟冯大哥啊。刚刚你们两个在屋里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哦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她是个女的，有个公子喜欢上她，她却不想跟那个公子纠缠不清，于是就扮成妖怪把那个公子吓走，结果真的把那个公子吓得屁滚尿流。世上竟有这么窝囊的男人。那个男人对他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？那倒没有。那就对了，喜欢一个人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捉弄他？我觉得那个公子好可怜啊，我觉得你的朋友不好。这样真不好吗？又碰到他了。
了，还跟我打招呼呢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又走了，也许是不想看到我吧。不想看到你，就算做不成恋人，也不必像见鬼似的避着我呀。凡人真是肤浅，幸好我决定英明，这种人不值得跟他下缠。姐姐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去吃好吃的。啊啊！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臭婆娘，敢逆你大爷的意！主子，是你。都伺候了你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是妓女，我是客人。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你疯了，你的银子我不赚了，哼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主公子别追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别太过分了。扫兴！半山，我们好歹是读书人，在街上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我们不能在大街上丢人现眼，我们俩再到妓院，快点走！哎呀，半山啊，你醒一醒，你家有娇妻。我家有娇妻，你不知道，我家里那个是名副其实的河东狮，又丑又难看。我哪像你，身边有一个大美人。我楚半山，平生也算是阅人无数。可是你身边的那位美人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，不食人间烟火。他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什么时候再让我见见他？半山兄，半山兄，哎，他醒了。相公，相公，怎么样了？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大夫，他得了什么病啊？楚公子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补药啊？补药？我哪有吃什么补药？这就奇怪了。你的脉跳得很快，而且有点乱，血气过盛，应该是进补太急，身体承受不了。啊，我先给你开点药啊。我早就跟你说让你别乱吃丹药，你一天到晚叫那些老道士给你炼丹炼丹炼丹，现在好了。吃撑了，吃坏了吧？说完没有？没看见有客人在，给我闭嘴行不行？嫂夫人说的没错，楚公子你别要忠言逆耳。方士炼丹从来都是虚妄居多，要进补要调理身子，应该去看大夫才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个我自有主张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你已经喝了两次狼血了，已经虚不受补，如果继续喝下去的话，怕后患无穷啊，甚至会危及到你的生命。楚公子，凡事不可强求啊。道长，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，你就替我想想办法吧。道长，我一定得喝那狼血，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我不能像过去那样做那种抬不起头让人家背后耻笑的人。楚公子，命是你的，你甘愿冒险，我也没有什么不敢做的。道长，你有办法？突然进补，你承受不了，咱们就循序渐进，捉了一些道行低微的小妖，让你喝他们的血，替你补身，打好底子，然后再加大分量。要捉多少小妖？越多越好。不是人的血。
这一点心意，请你收下。啊，无功不受禄，半山兄，这又何必呢？怎么能说是无功呢？哎，那天你救了我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功劳。就算是一个平常百姓晕倒街头，我也会救他的。这件事，实在不足挂齿。你要是再推辞，可就真不把我当朋友了。那谢谢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我们本来就是同窗，平日啊就应该多点来往。哎，对了，你的那位家人最近可好啊？啊，还好了。你已经不再吃丹药了吧？嗨，你怎么跟我娘子说的一样？其实上次晕倒啊，跟丹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啊，我上次是被妖气入侵。妖气？什么妖气啊？我跟你说，其实这城里城外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妖物，有什么蛇妖啊、鼠妖、狐妖，还有……你别唯恐天下不乱，哪来那么多妖怪？我是说真的，我请了一位高人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楚公子，你为什么要对非我族类赶尽杀绝？哎，这人妖殊途啊！你不去抓他们，他们就反过来害人。我这次请来了一位严道长，法力高强，他用障眼法在山上的树林里布下了黄符陷阱。妖怪法力再高，也躲不过这些黄符，等他们一头栽进去，就如同五雷轰顶，死无全尸。黄符陷阱。你去哪儿？别让他上山去那片树林呢，他去树林采药了。啊！哎！你真的没事吗？
谢谢你救了我。不过我是妖，其实你不救我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并不认同，为什么就要对妖赶尽杀绝呢？为什么？就像陆二所说，人妖殊途，可有时候人比妖还可怕。我知道你心地很善良，你帮助陆儿，帮助村民，就算是妖也是善良的妖，你不会害人的，那我还怕什么？既然如此，那天在陆儿家里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就走了，好像不愿意见到我，后来在街上一见到我就掉头跑了，还说不怕我。你误会了，在小妖里我不是怕见你，是怕你不想见到我。我是个被拒绝的人，你不是说过人妖殊途，再也不想见到我？对，我是这样说过。后来在大街上见到楚公子要欺负一位姑娘，我就跑过去帮忙，我没有逃避你，真的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对你还跟从前一模一样。上一次我向你表白可能太过唐突吓到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实在情不自禁。什么是情？什么是爱？我想你现在也明白了。人妖殊途，这个想法我也没有改变。纵然相爱，也不会有结果，又何必执着？执不执着，已经由不得我。如果我们无缘，就不会相见。既然相见，既然心动，就证明我们是有缘的。一切都是君君的安排，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再见。什么君君？君君就是你的舅婆薛府。你认识他？他牺牲性命救了全村的人，死后位列仙班，变成掌管此地妖魔鬼怪的君君。他一向公正持平，可是居然暗中帮你，为你撮合。可算是一片好心啊。有缘无分始终不行，就算君君再操心也是徒劳，你又何必强求？你请回吧。飘扬，故乡。